各位好，咱今麦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起立，大家请坐。好啦，咱继续哈。好啦，咱来参考讲台湾啊，要自治还是要建国，我那有一寡模式啊，参考国外的例啦哈，去做一下参考。那咱来看古巴，伊的建国模式，伊是美国甲西班牙战争吼，伫1898年四月如何宣战的哈？啊了，无三个月就不，迄个西班牙就建筑伫1898年10月7日来签一个巴黎合约哈。西班牙放弃古巴，啊，这跟台湾介类似哈。但是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甲关岛和美国哈。叫美国协助古巴伫1902年5月20日，哦，来互因独立建国，哈、啊。那么，这个是咱来个比较古巴甲台湾的境遇，哈、哦。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迄个人放杀，放杀敢那怪怪哈，敢那男女放杀，放弃哈，放弃了哈，那些音译了哈。古巴等独立成功，台湾甲即嘛。地位未定，啊，这原因是啦。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哈、哦，啊，跟他殖民地开始割让。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到尾也发现讲，哇，割让未出来，只好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台湾平和的管辖治理权呀，哈、哦。OK， 过来，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嘛是同款，是因为巴黎合约哈，为西班牙、美国取得了菲律宾，受制于非独之反抗军的游击战。台湾有台独，菲律宾冇非独，哈，就是咧反抗现在的这个统治者，哈。啊，当初美国去统治菲律宾，美国的那个菲律宾的非独分子，哈，啊，就四处骚扰美军，好啊。美军就派军队去甲追剿，但是因为菲律宾拢总有4000几个岛，较大有2000几个，啊你去甲拍者伊走迄个岛，你约伊遐伊去走迄个岛，哦美国迄个战舰呢莫大家莫咧烧，所以因伫1937年甲1946年吼，美国同意这段时间搁予菲律宾自治10年，10年搞了，哦美国就协助。和菲律宾独立建国哈啊，但是伊咧中间1941年日军去攻陷马尼拉啊，迄阵的麦克阿瑟将军哦，跟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啊，一直到1945年到的前期日本投降，到2年后哈，1947年7月7日，在美国的协助之下。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啊！你个注意，这个7月7日，咱台湾民政府嘛是伫2010年哈，7月7日，伫美国的协助之下，伫华盛顿美国首都的特区啊，迄个使馆特区来挂牌，咱嘛是7月7日。啊！你看，菲律宾的国庆日7月7日。美国国庆日嘛，7月7日，啊，咱台湾民政府去美国甲咱协助挂牌，吼、哦，嘛是7月7日，哦，这个日期嘛，真有意思啊，哈、哦。过来，9月7日，哈、哦，2010年的9月7日，嘛是伫美国的协助下，吼、哦，替咱办酒会，啊，迄、那个9月7日上面日，就是旧金山合约签署的日期，哈、哦。过来来看立陶宛伊个。建国模式，立陶宛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去予苏联并吞，因为伊拄啊伫苏联的这个西南边，吼、哦，一个作秀的国家，随后并吞。但是1990年3月11日，伊呢民间议会甲伊宣布独立，但是伊宣布独立，国际社会拢咧观望，伊讲啊，这恁唔来算真啊，真假，我无得随甲你承认。但是立陶宛伊呢民间议会鼓励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所以因尾也选举，
得票率哦足低，低30%。好、哦、啊，你的投票率遐低，那么你的代表性就无呀。所以这个国际就无承认苏联合法统治立陶宛哈、哦。啊，过来1991年9月7日，好、哦，因家己办苏立陶宛的人家己办这个独立公投哈、哦，完成独立。苏联看大势已去，苏联说等着率先给承认哈。啊，咱来看讲立陶宛伊对这个选举的意思意涵，好、哦，啊，来看咱来咱咧参加流亡中华民国的政权所办的选举，啊，来做一个探讨。都自然，咱来讲大选啦哈，流亡总统、流亡总统的大选。你敢若摕你的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打你要到投票所去干领选票，咱就先输一半，因为你已经承认讲你是中国人，因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去参加伊的选举，搁在伫自由意志之下秘密投票，你登票登出来，咱2008年、2010年，咱搁拢登输，安尼出来，这个是。在国外咧看，这里是恁在自由民主意志之下，恁家己做的决定。恁要予通牌的马英九管，等于嘛是以后有可能要等于跟中国合并，予中国人管。在国外是安尼看的，吼、哦。啊，所以这足危险的。你看，这个达赖喇嘛，伊流亡去印度的北边，这个一个小所在叫做。达兰萨拉，伊伫遐咧办选因的流亡的达兰萨拉的总理，刚好叫印度人来看民做一选，无呢。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这番来到台湾，因咧选因的番王，叫咱台湾做一看民选，啊，咱台湾人完了讲我，你对因做一选，哦，啊，选一个来管咱，哦，这唔对的。印度人也无讲去选一个达兰扎拉的总理吼、哦，来管理印度无呢？吼、哦，啊，咱台湾人真正又尴尬讲，真正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这就是因教育成功，把咱占85%以上的台湾人，甲教育甲变，咱竟然会选出迄无到15%的中国人。吼、哦，等于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已经。完全认同讲，伊嘛是中国人，所以伊的票会投为中国国民党遐去，吼，所以咱会输。好嘞，啊，这国民党哈，国共甲包括民进党哈，因上惊流亡的总统选举，伊的投票率低于50%，因为呐低于50%，因拢无合法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啊！而且，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哦，合作的很天衣无缝。大概就讲啊，咱敢那输不到3%呢，吼、哦，差不多输2%呢。咱来甲对方球一拍过来，咱就赢，是不是？啊，所以拢两边都尽量拢咧动员，鼓励出来投票，和投票率拢超75%-80%这个中间。啊，这个投票率这么高，就代表讲，恁台湾人普遍拢有出来投票啊。恁普遍的意思就是要爱通牌马英九，好、哦，这点真正啦咯。伫国际社会咧看台湾的选举是安尼，所以因足惊讲，那投票率低时，伊这三党拢对台湾无合法的统治性哦，好、哦，就跟头拄个立陶宛同款哈。所以咱。台湾民众鼓励讲，咱本土台湾人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氓体制下国级选举哈，包括立法院、县市长哈。OK， 过来，咱来看琉球反团模式哈。在1952年的2月29日，琉球民政府来成立，有一个行政立法书。其实，这个民政府是真早的有成立吧？啊，这个是要来统合做一个，在迄天。进程是有几个，因为
就是琉球冲绳列岛家吼，有几啊？有冲绳民政府、有宫古城民政府、有八重山民政府，啊，即马甲统合做一个，吼，伫即个时间点，啊，统合做一个琉球民政府，吼，啊，所有每一个被占领的所在，拢应该爱成立当地的民政府来管家己的百姓，因为美军去占领琉球，美军是公英语，琉球人讲日语，敢若话语未通。那发生纠纷，都会哥哥啊，好啊，所以军政府呢占领的所在，爱找当地亲美哦亲军政府的人来设立民政府来管因家己的百姓，哦，啊伊日本人管日本人，讲话话语也通，啊，有另外美国，美国因的很多都是倒兵呢，哦，啊，日本的琉球人因是很多都是正兵。因在家是左去右回呢，啊，咱是右去左回呢，吼，哦。所以你日本是在包括咱即卖高铁还是台铁、火车还是高铁，拢是左去右回，吼，哦，你要注意哈。这要个是当初日本留落来的制度，吼，哦。啊，所以有这个民政府当地的治安会较好管理，哈，哦，有纠纷嘛较好化解，哈，哦。在1948年到1958年中间，这10年中间，琉球的人是爱用美国所发的美型军票做钱在用。一直到1958年以后，才用美金。在1972年琉球反还进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比如讲要去北海道、要去东京，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就是敢那 passport 哈。啊，因为因唔是国家。所以袂使用护照，干那一定要用旅行证件。这旅行证件就啥呢？哈，哦，这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明书。哈，哦，OK。那么咱台湾民政府嘛是要求讲，我予你美国签呢。那么我要出国，我唔是中国人啊，我哪咧摕中华民国护照？这唔对啊。哦，你要发这个旅行证件的话呢，就是类似安尼啊 ，travel document。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哈，哦，咱诶类似这款的模式，摕这本较对啦。因为咱毋是中国人，毋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咱是潜在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台湾人，哦，所以咱来暂时用美国君主签名，咱来摕美国军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哈，较对哈。啊，你讲。1971年6月17日是美国跟日本政府来签的琉球返还协定。进前1969年就咧协商，日本政府迄阵已经经济做了较好啊，吼，较有钱啊，就甲美国政府要求讲，啊你爱我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日本，吼，结果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这条钱交了，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依照这个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返还给日本，哈，哦，这属两哪样？要注意哦，拢无办公道，哈，哦，这是政府跟政府之间协商就签的协定，哈，哦，无经过公道，哈，哦，真侪台湾人拢以为讲琉球等于日本是因为用公道决定的，唔是，其实这等于是一个还清的战争债。因为美军去拍琉球的时候，美军原来算是作对军舰，吼，可能去叫拍灾落来，吼，美国大兵嘛是万几个，吼，啊，这个不割地就赔款，吼，啊，甚至迄阵琉球等于底下伫美国手里，等你把这个战争再赢，好，就一定等于台湾嘛，一定依照琉球模式，台湾较近。咱的美国、日本政府也无跟美国政府协商，要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所以咱暂时要搁由美国军事占领中，哈。你这条钱你无敢行，你要甲，所以美国会反对台湾独立是这个原因。你这块土地我占领，我底下伫我美国手里，你拢无经过我同意，你就要甲我宣布台湾独立，要建国。啊！你拢唔免还我的这战争债，哈，哦！所以美国反对台湾独立。
美国讲哦，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美国安尼讲的是，咱拢是叫是讲是阿强会甲咱拍，唔是阿强啊，抓头抓尾无台湾的名，所以伊嘛无权利来甲咱拍。好、哦，等到是美国的迄阵的副助理国务卿佐利克伊讲，讲何我来甲话讲个清楚，台湾独立代表战争。即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第四军种、海军陆战队，爱来拍台湾。好、哦，你要独立出去，你要先把战争再赢了。第二，你嘛爱去问大日本帝国的天皇，有要答应让你独立无？哈、哦，你进咱台湾有两个头家，哈、哦，一个有所有权证的大日本帝国天皇，第二个债权人是美国政府。好、哦，啊你。哦，等于讲，这块土地你想要爱，但是这块土地是地主已经抵押给银行，你得爱先把钱还给银行了。哦，啊，过来问这个地主讲，啊，你有偌济钱，我给你买这个权利，哈、哦。你拢无去问人，就一声就要讲这块土地我的，阮兄弟啊，少少的来投票。哦，比如我若来给你租厝。做六十八栋啊，阮做了袂歹呢，兄弟啊，来就咱来，咱来公道，即间厝变咱个，大家拢冇举手，吼、哦、啊，所以袂使安尼啦吼。然后我来甲恁租厝啊，租租咧，阮兄弟啊，公道，迄间厝变阮个。好，啊，咱来看琉球伫美国君主占领下，因个君主政府指挥结构，我、哦、咱来看卖，这是。琉球已经兴日本了，日本的学者专家所研究，为遐解密的资料所研究出来，这毋是咱家己发明的，所以咱秘书长尽量咧甲咱讲，完全拢照这个模式。这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嘛，哈，啊，过来国防总长就是美国的国防部，过来下骹是美国军政府。美国军政府下骹阁设一个美国民，迄个琉球民政府哈，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伊这个拢有高权，伊有命令指示落来，下骹所成立的琉球政府，爱来负责管理这个奥克纳瓦这个住民。啊，这个对照为这边过来，这边讲看。美国军政府，诶，台湾民政府，咱伫咱的台湾民政府架构下，要来成立台湾政府。啊，这个台湾政府开始正港咧管理台湾人民，吼、哦，这个台湾政府要听命台湾民政府，吼、哦，这个架构咱来了解清楚，吼、哦。所以即摆有一组人，家己走出去做一个，伊甲排伫遮管咯。美国台湾政府哦，跟美国变大哦，其实嘛无变大，较低一级吧。伊等于讲，等于像美国一个州，美国诶联邦的加州政府，美国纽约州州政府啊，而且伊甲摆伫即个较下较小讲，美国台湾州政府安尼意思，吼、哦，美国台湾政府这唔对诶，这伫即、這个。军事占领的架构下的指挥系统，因这个唔对的，因拢一跳来到这关都跳，关闭美国，关过这个美国军政府的架构顶关去啊！好、哦，这错误，这法理上国际法、君主占领法讲未通哦，所以因那边的论述错误，好、哦，迄惊惊未久了哈、哦。OK， 咱六十几年来，迄、那个国民党教育变作拢。认同中国，哦，变作中国人哈，这大家要觉醒啦哈。OK， 好，啊，咱头拄讲个2008年甲10年，这个流氓总统大选，咱变会变作统派的台湾，哦，咱即马各国咧看拢，啊，恁50%以上拢同意要啊要统派管嘛，啊，有可能会有中国甲咱合法并吞，啊，恁若安尼经营之下。这国际发展员是合法有可能的，吼、哦，卖叫哪个人出卖吼、哦？啊，到时美国甲日本若要插手嘛，足歹插手，因为恁台湾人民主选举的
决定啊，我爱尊重民主，尊重恁台湾人的民意，恁要互通牌管，所以伊无都插手，安尼咱台湾会轮日永世浩劫哈。好，啊如果我讲如果啦哈，台湾有独立建国成功，啊咱来负什么责任、甲义务、甲风险？第一，咱台湾人爱家己纳税金，台湾人爱家己做兵来保卫台湾，台湾人爱过纳税金来买军事武器。好，这责任咱来家己担哦。而且，伫阿未赴里边联合国进行，咱爱致力防止中国的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无法力甲义务出兵来甲咱干涉哦。哈，啊，咱来用当地文独立建国做咧。这个东帝汶，爱边啊，跟咱台湾同款，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印尼哈。啊，这个伊伫1975年的11月28日，因为葡萄牙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伫后未赴里边加入联合国，到刚好就去由印尼甲入侵并占领。啊，伫1976年的7月，变作印尼的一个省，叫做东帝汶省。哈。伊为迄工了开始，差不多20年的统独抗争，造成10至25万人的死亡。哈，一直到1999年的8月30日，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因全民公投，啊，当然大部分人拢同意要为印尼独立建国嘛，哈，所以独立有成功。但是公投了，九月下旬，差不多近一个月的时间，印尼军阁台差不多1000个。东帝汶的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呢国家的基础的建设，哈，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还阁是全世界上战车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国外援助，真凄惨哦！啊，这咁即款的独立的结果，敢是咱要爱？应该唔是嘛，哈 ？OK， 好，啊，咱来以一线之隔来看墨西哥州和墨西哥国做比较。哦，这里是墨西哥州，啊，这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结果，墨西哥州当初美墨战争，哈，啊，美国占领好了，变美国的一州。但是墨西哥州的人一直要有这个边界要偷渡入美国，好，啊，你就会当看讲，哦，迄个美国军事占领，遐人拢靠人权、自由、法治。正靠保障的生活，所以因墨西哥州、墨西哥国的人拢一直要偷渡入去，哈，入去美国。过来，你来看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这个大部分也在讲没有设防，但是因两个拢是民主国家，生活水准拢真高。你真少听到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的人要偷渡来美国，哦，因为因随时拢会当出出入入，哈，因是真。最近悲观啊，友好的国家啊，过来，这边红色的，迄个中国国民党啊，共产党军事占领，绿色的这个，迄个美国军事占领，委派中华民国来管理，这一海之隔，但是这边的人以前就古早就一直拢要偷渡来台湾，那表示。绿色的这边和美国管，避免用人军事占领，哈、哦，迄个美国管是较好的，哈、哦，比较靠伫美国压力之下，蒋介石头啊，哦，当然为着要好啊管理台湾，伊知影讲台湾高人足济，伊惊管袂落，所以伊利用二八事件，甲咱台湾人的精英30000人，差不多30000人，即精英台湾的头人拢杀死。啊，这个精英是拢美国，唔系日本政府开50年才训练出来，足可惜。中国国民党真系有夭寿，这介好的人才，这30万人呐，有无台是到了到这咱进台湾，都难中国人卖来，美军直接来占领，咱进搞不好比日本较好过，吼、哦。因为台湾人算有混血过，吼、哦，啊，族群多，混血了，读个拢足好个。那么，咱也伫美国军政府的管辖下骹来自治，会使免税，嘛免做兵。美国去占了琉球，
你看美国敢有叫琉球人去做美军？无呢，因为因是敌对啊。你叫来这边发武器给伊，都要打你美国装备来打恁美国人。2003年，美国跟英国去占领伊拉克，嘛无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啊。哦，因为无可能嘛，因对立的嘛。那因中，咱跟中国日本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咱日本是跟中国咧休战的，哦，中日战争哇，啊那。我因到来家，说叫咱台湾人爱去做阅兵，这法理上讲袂过，逻辑上嘛讲袂过。将伊发武器给咱那个指挥官拍好死的呢，好、哦，叫台湾人乖乖，好、哦，好、哦、啊，免做兵不打紧，国防甲军费美国爱负责，像家你来搞占领，你占领你就爱过台湾，卖过其他国家甲你占领，好、哦。因为你要顾好，这是你的财产。等啊，这个战争再提来行李，你还搁这个土地还行人啊？哦，像琉球、摩斯安，我等啊，省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就一定变一个东方的水师国哈、哦，理想幸福的家园。OK， 好，咱来感受讲，当初阿扁也要用台湾的名入联，好、哦，阿妈人叫因要用 ROC 中华民国要反联。好，啊，咱来看以台湾的名来要申请加入联合国哈，但是你来看联合国是伊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啊，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唔是啊，哈，因为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咱来加检讨看嘛，有四个标准：第一，爱有永久的人口；第二，爱有固定的领土；第三，爱有政务；好，第四，爱有外交权。好，来台湾国敢有人口？看敢那有哈，但是咱的潜在国籍是大日本帝国台湾人呢，台湾国无人民呢，啊，咱即马摕个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所以台湾国无人口，有领土无？这块领土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唔是台湾国的哈。有啦，我有政府，歹势，即马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哈，嘛唔是哈。哦，我有23个，有可能有邦交的国家，歹势，这23个小朋友的国家，足势，有诶无超过万五个。迄阵阿扁阿咧做总统的时候，邀请一个嘛图瓦鲁啊对咧，迄个总统来，因为国家的人口比中俄迄个什么秀朗国小，国小小朋友搁较少，好、哦，啊所以，迄、那个小国家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提钱去跟俄西用买来签建交公报，吼、哦、啊！所以你甲提这个，因的外交公报来，那个建交公报来看，那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跟人签的，不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你嘛无外交权，所以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不是国家 ，OK？ 好、哦，安尼你若不是国家，要安怎加入联合国？吼、哦？即马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日趋美展，哈、哦，台湾只是目前敢那一个地理名词呢，唔是国家，哈、哦。那么卡斯讲啦，哈，我讲卡斯讲，台湾若要建国，爱照国际法有五个步骤，咱爱一步一步照步来，袂使用跳的，一声跳到上后边。第二，爱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听好哦。咱要取代中华民国进步成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咱唔免跟中华民国修建咯。是美国这个头家来入来了，加中华民国这个政权接收起来，交予咱，所以咱唔免去跟中华民国国民党一扯平，唔免哈。好，了好，好咱台湾民政府来主治，台湾人管家己。好，啊，咱来个要求。日本母国跟美国政府参详来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来返还日本，哦，就像琉球模式安尼。过来，还佫要求美，咱日本的母国伊的参众议院，哈、哦，来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院。有这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咱台湾人才会当来办这个公投。
来决定讲，台湾到底是要搁留在大日本帝国内底，还是要跟大日本帝国变作邦联？就像这个大英国协，哦，大英国协因为五十几个国协会员国，哦，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哦啊，像纽西兰、澳洲，我这做者啊，搁非洲介只国家拢是大英国协，好、哦，就是因或者邦联啦，哈、哦。因有家己的军队，有家己的外交权，但是因呢，迄个效忠的领袖是英国女王，哈、哦、，OK， 同款，啊，咱嘛会当跟大日本帝国来做邦联，好、哦，啊，咱尊称日本天皇是咱的虚位元首，哈、哦、，OK， 啊嘛会当，你家己要做一国嘛，会使。但是，迄个看公道的项目，哈，甚至买当做一个中立国，哈 ，OK， 好，啊，那来检讨讲，那以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头拄仔阿扁阿咧讲的是讲，啊，我都无爱跟中国去抢迄条椅啊，我家己做一条新的椅啊来下到边啊来坐啦，哈，因个意思，我家己用一个名叫台湾国买入，但是你都唔是国家，啊，即卖中华民国是讲。伊要重返，啊，但是可惜，当初只是代表迄个中国的蒋介石代表，好、哦，依据2758决议文来被驱逐出联合国。迄条伊啊，该的名牌要 China， 迄名牌要滴的，只是这个代表中国，这个代表已经不符合。迄个时阵，时空人口，当中国遐要几十亿个吼，啊土地规个99.9%拢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占领，啊所以中华民国流亡走去别个国家的一个日本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台湾来直接苟延残存，要安怎代表中国？所以用蒋介石代表被驱逐出境出联合国。包括伊个各国际组织，即嘛是邀请毛泽东的代表来坐这个位，所以这个椅啊，甲这个名牌拢无换，好、哦，所以你要去重返中华民国变那个重返袂定啊，因为你本身你嘛是伫1949年就死啊嘛，哦，然后国迄个刀啊甲椅啊，名牌拢较低咧，只是这个椅啊换人坐尔嘛，换毛泽东的代表咧坐尔哈。哦所以，在国际法的定义当中，中华民国在1949年的12月已经亡国，已经无法度去代表中国，哦，已经死啊，哦，啊，所以伊敢若剩一个金门甲马祖，还阁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但是这个领土正是中华民国残余的领土，哦，所以中华民国嘛，简称是一个残余的国家，但是这个若依照国家继承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把这两块土地继承落来呢，吼、哦，好，啊，即卖你来看，中华民国1949年已经死啊，要安怎还人？无可能吼、哦。啊，台湾国还袂出世，啊，要安怎入人？啊，一个死，啊，一个还袂出世，吼、哦，所以拢无可能哈、哦。OK， 好，啊，咱来看三个精神病患这个 case 哈、哦。有三个精神病院管理这个精神病院内底吼，啊每三个月医生拢会过来叫出来诊断，看有好啊，哪好啊，一定会因处理。所以医生就直接白白电话画用起笔画一个门，搁画一个这喇叭声，讲啊恁三个拢好啊，一定有只处理啊哈。好，两个真正就撞了，两个只抢一个门把要撞要处理哦。啊医生讲啊，这两个不好，还搁抓你去关。哦、我存这个，哦，这个袂歹哦，哎，你好啊、哦，你来不爱处理？医生就讲这个一定好呀，对寄望足大。结果，尾下伊居然无啦，啊，迄两个痟的，啊，锁匙伫我家，伊无来搞，摕锁匙较开的出去。哇、哦，这个佫较吃力。好、哦，啊，所以三个拢爱佮两个关。好、哦，啊，你个咱来检讨。这三个是不是拢无承认讲伊也有病？吼、哦，拢讲阮好好啊，拢要处理啊。啊，迄两个痟的，无来搞牙齿就变哪处理？吼、哦，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就是较无台湾医学啦。
啊，都牙香对白，人讲啥就对啥，拢好啦。啥物人管拢好啦，我无做，无通啊食啦，吼、哦。无论你国民党来管也好，民进党管我拢爱做啊，吼、哦。较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党无派，吼、哦。人讲就都同意啊，吼、哦，牙香就对白啊，吼、哦。啊，第三个是独派，就像我较早安尼啦。好、哦，伊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首席啦。啊，我民进党，阮遮大党，你无来夹完，他有可能独立建国，就安怎安尼啦。我较早思想嘛讲，我的民进党人，党外来讲吼，也是反对党来讲，都民进党上大党啊，其他台联啊、亲民党迄种小党，迄种无可能嘛。啊，恁当民进党较几千个尔，恁无来夹我，无可能。所以咱即摆出去外口啦，跟民进党的党员咧讲啊，伊拢讲啊，咱无可能啦。较有可能，恁几千个都要演到国民党。阮民进党当前的时吼，上无嘛拢十几万的迄个胜利的支持者，吼。十月二五什么日？啊，对，恁会晓讲笑的？啊，什么人咧笑？哎，大家拢笑。嘿，较早高雄陆祖遐有一个龙华堂，你毋知影记啊？吼、哦，哎吼、哦，嘿，我朋友你要甲问甲讲，啊，你好些好些，你较唔爱出去，出去外口，讲唔爱，好、哦，遮较安全，外口拢是全笑的，咱有笑无？无啦，咱是来遮学做医生的，咱这个医生是咱 TCG 哈、哦，咱台湾民政会称的，伊拥有正确的国际法律。另外观察，要来医治破病的台湾人，吼、哦，咱内底拢抵足着病菌，中华民国国民党甲咱下病菌，咱来遮学做医生，咱出去爱讲互听，该解毒，吼、哦，伊解毒啦，吼、哦。好佳哉，我无啥会晓读册呢，吼、哦，啊，所以我中毒较浅，所以我直直听了咱秘书长演讲，我一声就毒就解起来，吼、哦。就穿起来，哦，这条路才是对，纯台湾纯这条路呢，哦，而且这条路是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照世界的交通规则咧行，唔是啥咧横冲直撞。民进党因无法理论述，无国际的这个法律的见解，横冲直撞，想到就要讲独立吧，拢无要考虑这个地主甲这个债权人，哦，这足大唔对，哈、哦。咱来遮学做啥？做医生吼、哦。咱要医外口遐个笑个啊！恁遮真正发烧啊！问看卖有发烧无？我安尼，你意思讲我较食力呢？我拢39度个，所以烧歹呀。嗯 ，OK， 好，啊，咱来。理想建构台湾未来模式哈，台伫美国军政府之下，咱台湾民众台湾主体哈，也是立陶宛的模式来抵制选举和投票率低于50%哈，和这个统治的正当性无去哈，过来依照琉球反蛮模式哈，咱来当等于大日本帝国 OK， 来是看咱的美国邦联还是联邦哈，还是变一个。中立国，哈、哦，这种会当考虑的啦，哈、哦、，OK， 好。啊，咱本土台湾人定讲要求美国，啊，美国你他不要做啥做啥，啊，咱唔好别记哦。伊讲，介只人讲，啊，美国你他不要拨经费，叫美国拨经费，咱台湾民众来发展组织，啊，来不要叫美国赶紧入来台湾，哦，啊，其实美国是有予咱条件啦，哈、哦。伊讲，叫咱爱。训练4000个，吼，啊，41万份的身份证嘛，吼。啊，咱爱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咱美国跟咱日本、台湾是敌对国，即马咱是被占领者，吼。美国是占领者，美国对台湾的要求，咱敢有准备好？吼，你这无准备好，干那要叫头家？诶，占领者是头家呢，吼，咱等于是伊的心得，吼，被占领者。啊，咱定定咧讲，看到党组长来讲，诶，党组长。啊！你便所安尼无清洁，你他不爱扫扫的。哦，你唔好做唔对吼、哦。咱做新罗的新闻哦，
袂使要求头家创啥，啊要求头家，你要要求头家甲你加薪，你嘛讲你嘅工作做好，变数少有清气哈，所以唔好清变数无清气，所以怪头家，头家你太不爱变数少有清气，吼唔通吼，好来，台湾是一只未停嘅航空母舰吼。这麦克阿瑟讲的，吼，啊，咱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因为美国甲日本是全世界上强的武力上强两个国家，咱爱亲美日来保护台湾。当曼谷了做个联共制台，啊，咱做不要联美日来防卫台湾，哈。啊，我顶下就是在咧康苏榜上啊，哦，咱台湾人那来你家唔知偌好咧。哦，就免烦恼阿强阿公飞弹阿公千几粒要拍台湾，啊，那来是这样哦，伊个三百伊个射程拢三百公里啦，啊，拢咻到这落来，咻到这落来，拍袂着咱啊。哦，我就讲以后吼，民政府即种，咱来开国际标，叫世界科啊，甲发明两个物件，全世界上大机的机啊，佮上来机啊，为台湾下较切落灯。啊，佮叫人发明上有力的原因，到底下骹准个晒来遮，啊，选一个较好个所在，搁浅，吼、哦。啊，那阿强啊吼，若要写拢来好，迄个足大粒个组织会，但迄足贵个，伊做袂起啊哈。啊，若唔多写着过头，写着美国个美国就佮拍，吼、哦，就机会就佮消灭，吼、哦。OK， 啊，因为今仔时间关咧，我讲到遮，互大家笑者吼、哦。好，多谢各位，后盖有机会再来讲吼、哦，多谢。各位好，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阿老卡一楼用餐。